看这一组，这里他说哈，一个三角形的哈，它的周长是40的，那面积哈，三角形面积是60的，那他不是说哈，这个内切圆的面积哈是等于多少？你要求内切圆的面积哈，就是要把这个什么呢？内切圆的这个半径哈，把它找出来。好，那半径怎么找哈？我们知道这个面积啊哈，面积三角形 ABC 的面积哈。你可以把它割成什么呢？以这个，内心哈当中心点，把它割成什么呢？三个呢小三角形，三个小三角形就是底层高除以二，底层高除以二，底层高除以二，那高都是 r 嘛，所以是三个底相加，三个底相加哈 ，a、b、c， 那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高，高的话是 r， 那再除以二了。那这样 r 我就可以算出来，因为呢，三角形 ABC 的面积是60，啊，这个是40，所以约分这是20，那约掉一个零，3，所以这 r 的话等于3呢、啊、，r 的话等于3，那 r 等于3的话哈、哦，所以这面积就是3得9，9派、啊，所以答案呢是9派，所以这一题哈、哦、应该要选 D。